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69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变形金刚起源的主线玩具 Optimus Prime Orion Pax， 在盒子上面呢，它把两个名字呢都给写了上去。那这个玩具的规格来讲，它这里叫做 Prime Changers， 在台湾的这个代理的这个贴纸里面，它写的是至尊变形组，也就是说呢，它并不是 Deluxe 等级，也不是 Warrior Class。是一个新的一个名词啊。那么所谓这个至尊变形，体型还真的是非常的小啊。这是官方现在的 Deluxe 等级的玩具，你看它的身形其实是相当的单薄的。而我呢，抱持着相当的热血呢，去把这个玩具打开之后，想说呢，可以跟昨天开的这个 SS112 号呢做个对比，但是我的心头已经不禁为之一凉。可是伴随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呢。还是稍微整理一下思绪啊，是真的。我刚在旁边呢，我在坐在那边呢，喝个咖啡啊，呆坐了半个小时之后呢，我在想这个节目该怎么录比较好呢？啊，因为呢，我抱着非常高度的期待来玩这款玩具，但实际上它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失望。但失望归失望呢，又看到它上面这个等级呢，并不是 Deluxe 等级，而是要再往下降一级的时候，我的失望呢又减轻了一点。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各位推荐说你现在赶快去买。我建议呢，两个时期之后你再来入啊，就是不要现在买，两个时期之后你再来入。第一，看过电影之后你超级有爱，你再来入。第二个，价格跌到一个很便宜的时候呢，你再来入啊。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我的爱和经济能力呢都不推荐你去入这个玩具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人形啦。首先最大的差别体型，但是我说过它们是不同量级的，所以说我也可以忽略透明件的武器、透明件的胸口，这些我通常可以 pass 掉。可动度呢也减少阉割了非常的多，具体差别最大的呢是拳头不能够转了啊，拳头已经无法转动。再来就是它的脚没有接地啊，这一点非常的致命啊。玩过现在的这些玩具之后，你这个啊来到一个没有接地的玩具的话呢，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痛苦了啊。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头雕我们也是，这个我昨天发了一个动态啊，说就是它的这个插图很像拜登啊，确实很像啊。那这个版本的话呢，它的头雕其实比这一款感觉好像非常的多，当然也是因为体型比较大，刻线也做得比较深。领导模块呢，拜于透明件的关系呢，里头非常的明显。而这一次的领导模块呢是藏在里头，但是它的这个领导模块的设计就真的只是让你知道说它有一个领导模块在身体里头而已了啊。从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出来啊，在这里。那这个领导模块的话呢，也是可以握在手上。不过呢，它的这个领导模块呢，并不是靠着手里头的那个缝隙啊去插住的，而是货真价实的握在手上，啊，是更加正确的拿法。但是呢，就是这个领导模块是缺了一角的啊。但是它的能量斧，可以看到它的能量斧跟以前所有的能量斧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它这里做出了 Optimus Prime 的手掌。也就是说，它从掌心放出来的一个斧头啊，这个设定非常的帅啊。那其实它就是在斧头的这个部分呢，啊，直接外面呢给你做上一个手掌的一个刻画，这个创意我真的觉得可以。如果你不喜欢手上有斧头的话呢，它后面有个缝隙，可以背在后面，而且我觉得背在后面这个看上去非常的好看。虽然说能量斧你怎么能够把它背在后面呢，对不对？能量斧不是应该啪有能量注入能量才变出来吗？啊。那另外它的肩膀上的这个烟囱也可以拿下来啊，变成是短枪，两手的话呢啊都是可以拿下来的。但是呢，我觉得吧，非常的没有气势啊。而且呢，你如果真的把这个烟囱拿下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你就真的变成奥利安佩克斯的感觉，就整个一整个那种弱气的感觉呢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啊。全身上下的涂装呢就是大腿的这个银漆，但是这个银漆我是觉得，你要不要干脆不要涂啊？因为你这样不是造成了身体的灰色跟你反正有点格格不入嘛，是吧？你干脆就别涂了啊。那这边的话呢，这个铁灰色这个应该也是涂上去，这边的话就好看的更多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其他可动了啊。头部的话呢，一样是可以抬头看那个变形的需要把头抬起来。手臂的平举啊，这里也是有一个双动关节，但是它跟那个1012不一样，它不能够前后这样搓动了啊。手臂的话呢也是有二头肌啊，手肘弯超过90度多一点点。拳头变形的时候必须要收进来，腰身的转动的话有点奇怪啊。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转动，因为它这个转的时候你看到吗，这个腰带
腰部好像去限制到，对不对？我看了一下，是这样，应该是没有办法转了啊。用力转转看嘛，你试试看好了，我不想试。那脚的话呢，就前后左右侧踢没什么问题。那比较安慰的是呢，你看这个关节紧实度很好，虽然是一个球形关节，啊，但是没有一个接地啊，也就非常的痛苦啊，脚底板还有一个大洞啊。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会让我更生气的一个变形过程啊，手臂先收进去啊，然后呢，肚子这一片呢把它给打开，里头这一片呢一样把它给翻出来啊，这个感觉跟那一款 SS 112呢还是有一些接近的。然后手臂的话呢，这里有多重关节啊，把它给拽下来，拽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个球关这里啊，有时候你施力不对还是会喷溅的。头部的话呢，往上抬成这个角度。然后呢，背包的话呢，也把它给这样子往上面解开来，然后呢，把这个里头这块部件整个给往后面推出来啊，这个腾出这个空间之后啊，这个头呢才能够顺势的把它给收到内部去啊，就记得啊，这个肚子要往后面推过来之后，再来这个顶盖的话呢，一样是做一个180度的一个旋转，跟112号的这个部分算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胳膊的话呢，往下面放下来，它这里的话呢，把它推到下方去，先到这边就好。然后呢，记得把这个蓝色的这个部件的话呢，是推到朝车子的外侧，两边都是一样的，先把它给推进去、拽进去。然后的话呢，蓝色的部分呢是推到朝外，然后到这边。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洞在这里，有一个洞在这个地方。这个洞待会要扣这个红色的凸，阿凡达跟印第安人的组合。那可以看到这个是斜斜的一个红色的凸，所以等一下呢，你一定会毛骨悚然的啊。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脚这个地方给打开，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卡榫，把它松开。这个灰色的凸的对面还有一个灰色的凸，这里这个有点紧，这样推开，推开这边，然后呢，把它前后翻转，然后呢，换后面这个灰色的凸去扣另外一个这个蓝色的这个，我已经不知道灰色有什么种族了，对阿凡达，反正大家都很熟的。来，我们把它扣进去。那这里的话呢，它变成说灰色的凸前后都有，然后它各有对应的凹。你不用担心对不准，你只要脚推到对位之后，用力压下去，它基本上就会卡到底。那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我们把它给打开，在这个地方，这里可以打开，然后呢这一片，把它给推出来，然后呢做一个前后的翻转到这里，好，然后到这边，用力把它压下去就行。以及呢，它的武器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先扣上去，扣这个地方插进去。那两边组合完之后呢，中间这个地方再自动扣下去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来做其他地方的这几处的一个密合啦，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练习一下了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啦，不是那么简单的。好，把它给扣进去，压进去。所以前前后后你这样算起来，如果你要连同这个斧头的这个地方你都要算进去的话呢，两只胳膊呢，两个腿，这扣起来一共扣了12个吧。烟囱要记得反转过来哦。OK，非常的复杂的一个卡扣，位置非常的多。好了，那已经全部都扣上去了，全部都扣上去。但是呢，全部扣上去之后的话呢，有时候啦还要再调整一下轮胎才能够滚动。像我这个，我就觉得滚动性的话好像能推，但是好像还差了点意思啊。所以说这一款小归小，但是呢，最后的这个密合的话呢，真的是，会让人感觉是非常的痛苦啊。那么看它的载具形态，先来对比一下，它跟标准的 Deluxe 等级比起来，它当然会小的很多啊。这是尺寸上它本来就是小一个等级的，那它胜过 SS 102号的地方呢，就是它在它的手，至少它的手是还有收起来啊。从这个地方来看，它已经比 SS 112号那个像是趴下来的机器人已经好了很多，至少了啊，真的是全都收起来了。而大家抱怨呢，它的都不做轮子，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外星的载具吧，所以没有地球上可以看到的轮子，那我觉得也就不要求了。那斧头也一样是插在后面这个地方，车头的话呢，少了前面的这个武器啊，感觉就气势上确实还是弱了点了啊。我只能说，车形态下它是有比112号稍微好看一点点，但是你要以这个霸气的程度来说，其实112号在某些角度可能还是
还是不会比它差了。我只能说，这个玩具的话呢，就是主线的玩具，真的是更加低龄化的一个面向就是了。买或不买的话呢，我一开始节目我就说了，我是建议你要么你看完电影超有爱，不然就是这个东西价格往下掉的时候，你再来考虑入。也就是说，你不要提高，不需要特别提高预算去买这个东西啊，这是我良心的一个建议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